哎呀，这么难。我们的萝卜呢？等一下，我知道怎么踢了。我们好久没找到萝卜了。你别动，你别动，我踢你。嗯。哎。是吧？哪个是踢啊？就那个。下。我上不去了呀。我走上面，万一上面有萝卜呢？我这能过去吗？你说，我应该过不去。到你了，我过不去了，你这样要过去必须上面一起过去。哦，现在应该干什么？就一起下去。下去是吧？嗯。哦，OK OK， 这一关呢？再来一下，再来一遍，再来一遍。哦，死的是谁？死的是你。你救我！他们说能救我，好像救我。save 到我，save到我，快出来！我还活着，我没流血。你转个身来，转过身来。你的血被刚被路上给关掉了。哦，save 到一下，save 到我一下。带我跳起来。跳不起来，跳不起来。我们走吧。跳什么抖啊？救不了了呀！我就说救不了，你先一起，先抱着一起过去啊！哦，抱着了，我是黄色的是吧 ？OK， 别着急。嗯，点哪个键？跳起来，跳起来！算了，我不要萝卜。跳起来，跳起来，跳起来！乱了。跳起来！喂，淡定，都没事，淡定。现在应该怎么？哎，我们是不是应该这个用下坡的力量，然后把自己跳起来？你懂了吧？哎，这关是这么过的，你要相信我，们用这个下坡的力量，然后让自己跳起来。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来，这一个惯性力，物理上讲的。来，让我抓住你。走，用这个下坡的力量。应该是坡还不够大。先抱着过去啊！哦、你老是一个人。没什么，走下面。快出来！家人们说抓小腿。你不要一个人过去了。抓住了。抓住了吗？没有，再来一遍。抓住了，哎。抓住了！这一关呢？不要乱动。现在呢？不要着急。踢速的。你往上去，往那边去。你别先扔，先往那边去一点，啊、等会再扔。去一点。过不去是吧？哎，你的腿 ！Oh no！ 哦，再往那边动一点。好、哦，我已经尽力了。OK。我已经尽力。然后呢？来得及吗？应该让你。你是不是要往后退一点？我往后退一点。然后呢？我们再往前去一点，然后直接把我扔过去。怎么扔啊？你别急，你先往前去一点。OK， 我可以扔。你在谋杀吗？不行啊！他们说让你踹过去，让你踹。哦，那我踹。还有是我们哦，对。让我们走下面吧，下面、哦、你怎么踹的？就踹你的腿啊！再玩最后两次。好，不行就下一关。喂 ，no！ 哪个是你啊？粉色的是你。抓住了！别动！别激动！哦，no！ 行。这一关我告诉你，惯性，对，惯性。哈！哦 ，no！ OK。哦，还没死。踢我，我要踢你。哦，再踢我。你怎么踢的？你怎么弹射？哎，不对，要抱住，忘了要抱住。我直接过来吧，让我抓住你。抓住了，直接踢。哦、oh, no！我也能踢吗？你别乱踢。哦。
我们能踢上去好像，你信不信？哟，你上去了，我怎么上去？我死了。你没死？我死了。你没死，我只是我真死了，我动不了了。我没你的视野而已。我动不了了，我真死了。OK， 最后一次。太费脑子。先抓住，抓住呢？来抓住 ，safe 的。踢，开踢，你不要抓我的头啊！你抓我都踢不了。No， 你快松开。哦。然后呢？松开你自己。松开了呀，你自己先走啊。哦，好的。我抓你，没事，别慌，别慌，相信我能救你，真的。根据我的经验，我可以把你抓上来，你信不信？睡不得，跳。跳，再跳，一直跳，一跳，聪明吧 ？OK， 聪明吧？聪明，上，冲！没事，我们成功过了上一关，没事，你还没死，你也死了。我们已经成功过了上一关，还知道怎么救人了，我们已经进步了，可以再来一遍，来。真的吗？对，我们已经进步了。来 ，save 的，好，开，翻滚 ，save 的，跳。哦，抓的位置不对，抱歉。哎呦，好，哎，我操作小不要，等一下，我们找一下那个跳的规律。好，不要无脑去跳。来，抓住，好抓。怎么完美的命中？要不你抓我吧，你抓我，我抓你。嗯，来，我跳，还是得靠我。走，哇！哦，气势！哇，一起！哦，还是得踹。怎么踹？你看到我的脚没？啊，看到脚没？我能踹吗？我用哪个键踹啊？我用哪个键踹啊？通关了！我靠，还给走天上！我不要！怎么往回踹了？啊你 ！No！没死！我们回去，往回踹！我们走，我们可以跳回去，你相信我？我们可以跳回去，从上面走，相信我？要么直接一个人踹就可以了。再来一遍，抓住了吧？没有，抓住，哦，抓地了，抱歉，抓住，好，这一关我们已经可以过了。萝卜呢？现在这个是要踹，我感觉要踹过去。踹啊，你踹，哇，马上过关了，不要急，马上过关了，不要急 ，OK， 不要急，别着急，我抓住你，好，快。要抓住吗？这关好像直接跳过去了，可以。这关不用抓住。要抓。你确定？抓住了吗？没有。快点。再用一下你那一招可以。再用你那一招，我们就过关了。那踢你可以吗？你不要踢我，你抓住我。抓住我。不要进去！你不要进去！啊，我们差点就过关了，可以。再来一遍。就应该踢。抓不住你这个位，你看着这个位置可以跳过来的，直接。你跳不过去，你哪里跳过去了呀？我操作就行。哟，自己抓住了。嗯，踹呢？死了吗？没死。哎，我怎么倒下了？我带着你通关回去。你干嘛？我也不知道。抓住我，好。抓住，先 save 的。你 save 的也可以、啊。那我 save 的，好，手牵手，好朋友，跳，开踹，用出你的那一招，快点，快，用出你那一招，那飞天神功呢？飞天这个姿势不行。哪个姿势是飞天神功？我们用那一招，我那个招快一点。哦，我们要飞天神功回去，只有飞天神功才能过关，你相信我？哦。别！
我抓你的脚，来飞剑成功，踹踹踹踹踹踹。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，最后一局结束了。我们过一次吧，这关应该没这么难。记得最后一局让家人们休息。抓脚，抓脚，抓脚。太折磨了。不要动，不要动，不要动，升起，升起。喂，那就这样挂着吧。动，踹踹踹踹踹。不动了，不动了。踹，不动了，不动了。让我踹。不动了，不动了。我们要去找萝卜。快快用你的那一招，你的那一招呢？你那一招呢，龟爷？对对对对对，狂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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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你这样踢不行的，这样踢肯定不行的。那怎样？必须得，好像抱住角度得搞好。抓脚，家人们说抓脚，抓脚抓脚。抓住抓住，可以了。来来来，到你了，跳跳跳！完了，你飞过去了。你没死。你没死，我回来找你，回来找你，你没死，你没死。两个人一起踢才行。我回来找你。身体倾斜45度。我死了，我死了，下一个，我死了。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。我们先抓脚，按家人们指挥一下，家人们，我们按你们说的来，家人们。哎，刚抓不过你。互相抓，互相抓，抓住了。抓的地方对吗？先说，别急，一步步来，不要着急。踢一下试着。一步步来，抓地位置不对，别急，换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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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脚，脚脚脚啊！要抓脚吗？抓脚，你不要翻，你抓我脚。OK， 抓脚过去。抓住，抓住，抓住，抓不住，抓住了吧？没抓住，没抓住。再来，再来。脚呢？这儿，这儿，这儿，连上，连上。哎，我抓你脚吧，这么简单，抓住，抓住。精准抓住我的腰了呀！这不是脚吗？那停停停停，我先抓脚，停，抓住了，可以了吧？可以了吗？要不要再往后面一点？你没抓住啊！抓住了，然后呢？哦，no！ 对，我们就用这一招，再来一遍，就用这一招，辉爷。OK， 那你抓脚吧，我不动了，你抓吧。哦，我先把，我先把脚抓出来了。OK， 互相抓。一遍过，一遍过。OK， 互相抓。抓，抓住了，抓住啊！哎，抓住是不停，你知道吗？就摁着 shift 的，对，就一直点，一直点 shift 的。嗯，对。你不要抓我头啊，抓脚，抓脚，来来，抓住，别急，往前面抖一点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动你，别动你。哦，先把脚抓住，一步步来，家人们，互相抓脚，哦，互相抓脚，家人们说，来来来，互相抓脚。抓脚脚，我没点 shift 的。追抓脚，你抱的我、啊，我没抱啊，我没抱啊，我也没，我就点了一下 shift 的。那直接跳吧，直接跳吧，跳跳跳。我回来找你了，龟爷。不是互相下招，一个人就行，我就说一个人。一个人抓。快来，快来找我。抓住，抓住，抓住，抓住。然后呢，抓住脚呢，前面的人踹，别着急，往后，先往后退，往后退，怎么退？我退，我退，我退，哪个是踹、啊、别着急，我踹就行了。那我呢？你不要，我不用动是吧？你不要操作，剩下交给我。那我不动是吧？哟，好，交给飞过去了，能飞上去吗？我试一下，我感觉这个角度可以。啊、no no no， 没事，咱俩肯定这么宽，肯定掉不下去，你随便操作，来来来。哦哦。怎么说？我就等你了。你等我，你要把压力我不是不要动吗？你要把压力给到我是吧？那我动不动？家人们，别急，别急，家人们，现在应该怎么办？我们已经做到了，下一步怎么办？跳跳，谁跳？哪是跳，哪是跳？别着急、啊，我试一下，我从后面刷，试一下，我从后面刷一下。一起踹，一起踹，家人们，家人们一起踹。先上来，先上来。好，家人们说前面的人跳。互相抓脚一起跳，互相抓脚，你把我脚也抓住，你把我脚也抓住。我怎么抓住？抓抓抓，跳跳跳！别着急，我就摁了一下。哦，你不能松啊！我知道。抓住抓住，别着急。抓住，停，不要停，跳跳跳，跳跳跳！跳我就说一个人抓就行。不能一直抓，抓，
抓住了吗？别急别急，我让你抓脚没让你踢我，抓住然后呢？我就跳就行了。好，跳抓住。哎哎哎，我知道我知道，交给你了。哎，你不要点 shift， 没点 shift 他自己爆的，你看他怎么能自己爆啊。靠你了，刘老杰。哎，我知道了，辉爷，我们要从这个树上跳过去，辉爷，我真的知道了，我们要从树上跳过去，辉爷，这个树可以上去的，你忘了吗？真的，你要相信我，再来，算了算了，先，哎，真的，你要相信我们从树上过去，你要相信我，真的，那个树是可以爬上去的，你忘了吗？先下去，真的，你相信我一下。什么？你先下来，先下。让我先下去。我们要从那个树上过去，真的，你要相信我。来来来，抓住我的脚，抓住我的脚。哎，我真的懂了，这个树是可以上去的，我们踹上树，然后一直飞飞飞就过去了，你信不信？踹得上去吗？踹得上去，你先上来，你先上来，抓住脚，抓脚，抓脚，抓住了吧？跳脚！哇！干嘛？跳崖游戏吗？这是？家人们说，前面的人控制方向，后面的人踹，前面的人控制方向。那你控制，那你控制。我是黄哦，嗯，好，先抱住我。我是前面的人，抓住我的脚。我是控制方向的，别急，别急，你先抓住，你先抓住，抓住了吧？你抓住，然后我是控制方向的，你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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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控制方向，你跳，跳，跳，你跳，你跳，我控制方向，相信我，你跳就行，我控制方向，跳就行。我是不是报错报？哎，你跳就行，我控制方向，跳就行，你就一直跳，一直跳。啊，真的啊，我没抱住啊。抱成屁股。抓脚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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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脚脚。来，你跳，我控制方向，你跳，你跳，你跳，跳。我跳了吗？跳，跳，跳。好，一直踹，一直踹。OK。为什么找不到那种感觉，那种飞天的感觉？别，左脚踩右脚。对对，这树是可以上去的，你忘了吗？我们从上前面那个树，然后飞高一点。哎。来，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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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呀！啊？门哥。加油！我不行了，你们这个无敌风火轮，我不行了。太被提示了，这个不会倒在这关了吧？我已经倒下了。干嘛的？我都没看着。猛哥，就是抱着腿，然后跳跳跳，跳过去，左脚踩右脚。家人们说抱住一起踹就行了。快来试一下。来来，抱住我一起踹，先抓住我，抓住我的脚。最后一遍，这把打不过不了，真下了，真的。真不能玩这个了，太上头了，抓住！这关如果打不了就下不了，怎么办？是，抓住我的脚，抓住我的脚，抓住，跳，一直跳，跳跳！哦 ，no no no， 这个太没有含金量了。完美下锅，这关完美下锅。这个太没有含金量了，我觉得我们应该来一波含金量的，不能往回踹，抓住了是吧？你别动啊，你踹的呀！哦，我不动。哦，我控制方向的是吧？哦，知道了，我没动，你赶紧死这，你赶紧死，往回往快快快死快死快死！就是，我是控制方向的，我懂了。抓住，抓住，没抓住，我已经抓不住了。抓住，我控制方向，我控制方向，到你了，控制方向，控制方向，到你了，跳跳跳！我要跳是吧？你要跳，你要跳。跳跳跳跳跳！跳不了，跳不了，这个跳不了，报错了。不行，来个花一点的，就一起跳吧。我们上次是一起跳才过去的，就一起跳。别动啊，不是抓起来吗？抓住，跳跳跳跳跳！你抓住我，你抓住我，你抓住我，我跳，抓住我！别着急，别着急。你不要顶我肚子啊！抓住了，你不要抓我，你不要抓我。先滚吧，咱先滚一下，咱先滚过去，走走，先滚过去。哎，对，就这一招，用出这一招，是吗？这一招，我牺牲了。没事，你抱着我的尸体去跳吧。这个还能牺牲的。明天要睡。真的最后一把，打完这把如果再播，真，就算从后面跳下去，也不打了，真的最后一把，真的最后一把。逐渐上头，你别动啊！先抓住，抓住了吗？
随便抓，随便抓，随便抓。刚才抓的是那个脚，我记得。那你抓脚。要不抱住我身子也可以。走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一直跳，不行，我们就一直跳，剩下的交给天命了。我们就一直跳，剩下交给天命啊。我没事，我们就一直跳，剩下交给天命。这个抓头不行。哦，那，我们就抱住脚，然后一直跳，剩下的交给天命，过不了就过不了吧。来，哎，累了，抱住我的脚，然后你要过来啊，不然我怎么抱住？然后我就一直跳，剩下的交给天命了，过不了就过不了。这么上头？快抱住脚，抱住脚！我知道，你不要急，你已经很急躁了，我已经感觉到。心如止水，别这样，然后一直跳，一直跳进，剩下交给天命，过不了就过不了了，一直跳，过不了就过不了了，过不了就下一把。哦，不玩这个，太已经结束了。哎呀，太累了。晚上睡觉被窝全是这两个肚子，掉睡觉被窝全是这个铁刺，全是什么？这个、肚子怎么翘的？晚上全是这个铁刺。哎、OK， 不能再打，现在不能再打。完美下播，口水都说干了。我完美下播讲什么？哎呀，太累了。光荣下播，光荣下播。哎呀，口水都说干了。晚安，家人们，晚安，家人们，早点睡觉。晚安。明天要上班的，早点睡觉点。是的。头都打晕了，这个游戏。睡觉，晚上睡觉，全是这两个兔子在那里跳。